你看你这话说的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上心吗？只不过最近我实在是太忙了，腾不出时间来。哎，吴梦，你说那天挟持你那人是不是陈一萌？ 反复的回忆了一下，那双眼睛跟我在工地上见到那双眼睛一样一样的。他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人出来给他作证呢？还有一些当官的，官还都不小。这社会怎么腐败成这样了？哎，吴梦，哎，吴梦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去哪儿啊？魏涛，你听着，如果你再给我提陈一龙这三个字，你就永远不要来见我了。 错了，我再也不提这三个字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是不是对不起？走吧。哎，吴梦，我给你买冰激凌，好不好？那我给你买巧克力，要不给你买可乐？有意思吗？ 没意思，我跟你说，吴梦，真没意思。哼，陈一龙，是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他，我何尝不是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一个渣子。可是这个社会就是有这么一股暗流。 能够把这些渣子从暗处拱出来，大摇大摆的横行在江面上，让他们发财、当警察，还能当英雄，搅浑了这一江水。朱所长打了两次报告，我跟郑队也提了那天派出所的事情，可我们说话没人相信。 没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在公司已经吃过了。哎呦，又看那个大型电视连续剧呢？<笑>你看了有七八遍了吧？我愿意看，它教我积极生活中还有崇高。 这人都是自私的，电视剧那玩意儿你别信，一看一乐就行了，那都是人编出来的。那是你的人生观。
你这几天是不是心里有事啊？没事儿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除非我不回来，我一回来你就板个脸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心里要是有事儿，你就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头，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说有就有，说出来吧。那天我看见你了。哪天？那天在哪儿？新安派出所门口。哪儿？新安派出所门口。笑话，我怎么能到那地方去呢？现在你还跟我说谎？孩子办了户口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弟弟判了刑，他得给办户口。你整天都不在家，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啊？那个周所长可真是个好人。我们全家都挺感激他的，可是给人家钱，人家又不要，我只好去到派出所当面感谢他。可是我走到派出所门口，我发现了你坐在车里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就跟你说吧。是，我是在给陈云龙做事，可我那不是自愿的，我从心里头不情愿。但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们就会对孩子下毒手。那个陈一龙，你不知道他是个疯子，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上一次就是他派人把孩子从学校接到公司来了。我怕。可是你在原来的公司干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换地方呢？公司是文革的，文革让我去帮他，我能不去帮他吗？你也知道文革对我有恩，是文革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的。他能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，他就能再把我送回监狱里去。老公，那咱们走吧，离开这儿，走得远远的，叫他们找不着咱们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往哪儿走啊？你说咱们俩，一没文凭，二没技术。我除了会动点心眼以外，我还会什么？啊？这房子，这家，你说咱能不能把他带走？啊？还有孩子，
以后孩子长大了，要是没有户口，怎么上大学？你知道买个黑户口那需要多少钱吗？20多万呢。好，就算咱们有钱能买了，咱们俩这年龄再出去闯，能像现在过得这么舒舒服服的吗？让孩子，你都想过吗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我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我想让他过好，我想让你过好，我想让咱们的孩子比任何家的孩子过得都好，让他长大，让他成人，这都得需要钱呢。一龙啊，来来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哥啊，你也走啊？李龙啊，警察你已经搭上了啊，我该给你办的都办了，今后的路靠你自己来走。我知道，哥。李龙啊，你那一帮人呢，良莠不齐，需要你好好整顿整顿。我晚上就给他们开会。哎，那个邱局长你没请啊？请了。哥，我觉得他不怎么重视我。我还是想上刑警队，不行，我找他谈一谈。别胡来啊！我可以呢找人跟他去说一说，但是还需要你自己努力。要想别人重视你，还得靠自己。邱武他们来了，你过去应酬一下。老陆，我看你就别过去了。今天来的人挺杂，万一出点什么事。好，那我去。小心点。哎。来，祝鲁哥龙体。龙哥，来，龙哥，这个小龙还真是有点道行啊！今天当官的来了不少啊，那不指着他哥呢吗？那我要那么个好哥，我做的比他还大呢，是不是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谁让你没人来的？我看以后这小龙啊，还真得刮目相看的。是那是，对，还是什么关系？对不起啊，冷淡各位老大，没办法，那边太忙。来坐坐坐，来坐坐。是，那边全是大人物，我们这人算啥？是不是？啊，五哥，你这么说话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哼哼，你龙哥现在还有啥担当不起的？我小舅子大鹏那个洗浴中心不就是你罩的吗？出头收的不少啊。五，现在我也让公安局给封了吗？这个事儿啊，我正在办，估计差不多了。吹牛谁不会？老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是小龙大喜的日子，不能哪壶不开提哪。小龙啊。龙哥，来坐。老五刚才说的话别往心里去。新安那片有姓周的在把着，那是铁板一块。要不然当初大鹏来找我，我怎么就不搭理他了？龙哥，你拿不下，未必我陈英龙就拿不下。后生可畏。我鲁哥今天倒是要开开眼了，
龙哥，恭喜了。他是谁啊？我是赵老本呢。赵老本？啊，我怎么不敢认呢？赵老本不是挺大的一张屁股脸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看看。上次那事儿实在对不起，实在是有事儿脱不开身。你看您摆的局子我哪能不来呢？大老板，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人。来，想你、啊，我也挺想你啊。人家都说，事隔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你今天可把我眼珠子都给我抠出来了。我陆占山喝酒，可从来没有坐这么长时间的冷板凳。那要不是看你小龙的面子，今天这桌席能给你搅了。老哥，我那边实在是照顾不过来，没办法，你都看到了，他们，咱甭拿那些大家伙来吓唬我，我没有走，不是怵他，我是真心实意的给你小龙来捧个场。谢谢龙哥。别光用嘴支着，今儿个咱兄弟俩得连干三个，拿酒来。你去吧。陆哥，我不喝酒。来啊，端呢。好。陆哥，谢谢啊，我意思意思吧。哎，大龙，那鲁哥都干了，你干啥呢？看不起鲁哥呀？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也得喝，那杯也碰了，鲁哥也干了，玩呢。哥，你是不是陪一个？算了，小龙不会喝酒，就不破这个规矩吧。来，我干了这杯酒，啊，你随意。小龙啊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兄弟俩就联起手来干了。陆哥，干！有鲁哥这句话都齐了，我喝一大口。好，大红啊，你挺会来事儿啊。五子，你怎么蔫了？喝。好，酒足饭饱。
告辞了。何龙，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，我住在楼上8026，有些事得跟你商量商量。陆哥慢走。虎子，等你上来。一定。虎子上来坐坐。龙哥，这再坐会儿呗，坐一坐。哎，您上座。坐坐就坐坐。哎，哎，我不喝酒。哎，咱就是唠嗑，喝酒那是啥本事啊？服务员，给龙哥来瓶矿泉水，来给我。来，龙哥，我这代表弟兄们敬龙哥一杯。龙哥喝矿泉水是随意啊，我早就看透了，在这龙江市啊，你早早晚晚是老大啊。来，咱敬老大一杯，来。大红啊，哎，你挺明白啊，到我公司来干嘛？哎呀，那龙哥要是看得起我，那再好不过了。不过我那有点小生意，等我打点完了，过一段我就过来，啊。好，我陈一龙啊，从来不强求别人做事，想好了再来。我这规矩还多，啊？哎，一定。老陆啊，你给我办一件事儿，啊？来坐。我看那个鲁战山在世纪饭店住的挺气派。咱们要是想跟他平起平坐，也得住进去。好，我去订房间。哎呀，问题是咱们现在手头不富裕啊。钱我去解决。哎呀，咱们的人还是少啊，得发展队伍，自己养人不行。哎。我看这个孙永红挺肥的，想想办法把他收进来。哎，我尽力吧。哎，再有啊，这个上次告状的事用不用请个律师？要打官司必须得请律师啊，不过现在还不忙。你自己不就在督察科吗？对，你说的。哎呀，累了一天了，想争一下，捎带的想想规矩怎么定。哎，彪子说，大鹏那个洗浴中心新接了两个按摩的，不错，一起去啊。我没兴趣。你对你媳妇还挺忠诚，不像道上混的啊。我媳妇对我有恩，我蹲了那么多年的监狱。他等了我那么多年，我答应他了，这辈子要对得起他。男人嘛，说话就要算数。挺义气。行，那我去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蒙面人的眼睛很痴迷。作为警察学院毕业的学生，我知道
仅凭辨认眼睛指认罪犯，目前还没有先例。而且如果眼睛没有明显的特征的话，这种辨认是无效的。但那双凶狠的眼睛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，这使我钻入了一个牛角尖。这偏执也成了我在与陈一龙的斗争中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。梅花，看看谁来了。爸。啊。啊，队长，这是我爸。爸，这是队长。大队长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魏涛在你这儿让你操心了啊。没那么客气。老人家，你这个儿子不错啊。哟，啊，我做个实验。啊，老人家，哎，你们爷俩先唠着，我还有事儿。啊，好，坐吧。谢谢大队长，客气，谢谢啊。哎，坐吧。哎。刘姥姥那个病啊，高老先生给抓了两副药，缺四条蜈蚣，县里没有，我就跑这儿来了，顺便自己也检查检查。没想到化验单啥的弄完了，天就黑了，是吧？没想来找你，寻思既然进城来了，还是想来看看。临走你妈又一再嘱咐。那是谁呀？爸，你认识这双眼睛？犯人，你在家叫妈。嘿，你看他。你去看看吧。哎，要是生人，我就说你不在啊。别呀，这么晚，来的人肯定找我有事儿，让他进。谁呀？我是公安局的小陈儿，邱局长在家吗？啊，小陈儿啊。哟，小陈，快来快来，快进来。张姨好。哎，你好。小陈，听说你调到公安局工作了。在督察科。嗯，那还挺不错的，好好干。是。来，快坐吧。哎，好。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倒杯茶啊。哎，好。坐坐坐坐坐，还在工作啊？看点文件。嗯，抽烟？我不抽。有事儿啊？嗯，也没什么事儿。我们公司今天成立。来，喝茶。好，谢谢啊。想请院长过去去剪彩，可能你工作太忙没时间。啊。我们今天给剪彩的每一位嘉宾准备点小礼物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啊，今天下午局里有个会，没去成，对不起啊。邱局长太客气了。听说今天参加剪彩的嘉宾不少啊。是，都是我哥请的，我现在还没那么大面子。啊，对了。今天下午我接了一个老领导的电话，你们挺熟吧？嗯，哦，都是我哥帮我认识的。督察科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想当刑警啊？我从小就有这个理想。邱局长，啊，这个事儿还得请你多帮忙。这件事儿啊，慢慢再说吧，你先安心工作，
刑警队进人呐，挺难的。能不能进去嘛，还得看你的表现嘛。啊，邱局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哎，啊，我让你写那个材料，你写了吗？写了。还是那天说那个情况吗？是。接受教训吧，以后啊，不该管的事就不要管。人们都说警察的路子宽，可宽的那头不一定就不是死胡同吧。啊，要我说，康庄大道只有一条，忠于职守，立功受奖。邱局长啊，我肯定不会给你丢脸。那好啊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不耽误你休息了，有时间来玩。好的。哎，哎，陈一龙啊，啊，今天剪彩没参加，你这个礼物还是拿回去，无功不受禄。哎，明芳。哎，小陈。啊，小陈，来，把这个拿回去。哎，张姨啊，这是我们定做的工艺品，邱局长虽然没去，可是这礼品，您还是收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拿回去吧。哎呀，张姨啊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东西，就是个小礼品，留着给孩子玩吧。您收起吧，那我走了。嗯，那你好走啊。啊，再见，张姨。哎，来玩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什么个破东西，还值得跑一趟？有病！你呀，把它放在保险柜里。啊？没看电视啊？都什么人参加剪彩了？呀，纯金的。小子真能搞名堂。什么样子？啊？让我看看。慢点，慢点。呀，这真的是纯金的呀？这得有一两重吧？啊？你看，两百克。两百克？那值2万块钱呢。嗯。哎，爸。这个你得还回去，这要让人知道了是得坐牢的。什么还不还的？今天剪彩的那些人哪个不比你爸官大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呀。秋风说的对，这东西啊，咱不能要，快给你妈搁去了。啊，明天我带她班上还给她。哦。嗯，爸。嗯。再让我看看。嗯。爸，嗯，把这个借给我玩两天吧，啊？那可不行，你要丢了你。玩两天。再说，让同学们看见，还以为你老爸腐败了。快交给你妈，拿好。嗯。怎么做的？
没事儿，吐这一下子，反倒舒服了。这些天，肯定是这口啊在这心里憋的。一会儿吃点东西，不行，明天到医院去看一看，好吧？还看什么？今天不都查了吗？没事儿。哎，家里就你妈一个人呐，我再不回去，那哪行啊？爸，我电脑里那个人，你认识吗？那双眼睛，凶得很呐。行，你们逮着他了？还没有，但我们会的。红哥来了，红哥来了，啊，赵来了。哎，我说你这挺火呀。哎，东西红哥照了吗？哎，我说，啊，钱呢？钱早准备好了，现在等你来收了。来，查了。我说你记着啊，你下个月这日子记着啊。这事没问题，红哥没事，完全没事。哎，我说这小子这又长个了。哎呀，红哥有事，找我。好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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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。来，弄完了，行了。茄子，哎，早给您准备好了，就是这个月的260，您收好啊，收好。好，有事扣我啊，放心放心。高频的现场声，朋友能不能感受一下今天晚上您最高的情绪呢？夜幕里边是你没有写的亲子相知呀，你披着夜幕里边随便的尖叫打口哨嘞。白忙活了，谢红哥，来，谢嫂子，我操，你别太贪了啊！再给点，再给点，今天这么好，好，你俩分去啊，谢红哥，谢红哥，谢，好，谢红哥，哎，好，哎。给你们，哎，有啊，小子，见着老大挺会爬呀，是不是？哎呦我，啊，谁说不会喝酒就没能耐了？啊，谁说的？大哥，啊，大兄弟，什么叫有能耐？甘心平平常常，却为什么苦守在这个地方？有时也想想过得怎样，面对着所有人我坦坦荡荡。青春与你共享，苦恼先放一放，为现在就是我们挺身而上。
亲爱的战友，你在何方？心中多少话儿要对你讲，我还是相信地久天长，风雨路上有你和我一起前往。男儿绝不退让，做一回生死较量，众人由谁来担当？就是现在，就是我们挺身而上。男儿绝不退让，做一回生死较量，众人由谁来担当？就是现在，就是我们挺身而上。就是我